水萝卜磕水烘蛋的做法。咸鲜适口，水萝卜放入，蛋黄菜必焦红，美味。双引号，柴鸡蛋三个，水萝卜磕一颗，水适量，盐适量，生抽适量，陈醋适量，香油适量，小米椒一个，一水萝卜磕一颗，洗净备用。二切成一指段。三锅内适量水，四凉水打入三个柴鸡蛋。五用筷子搅匀，适量盐。六中小火，不时用锅铲推动锅底，锅四周凝固的蛋块，七蛋液全部结块。八放入水萝卜颗，九翻一下关火，十适量生抽、陈醋、香油、小米椒，搅匀剩碗，不喜辣者可不放小米椒。十一成品、十二成品、十三成品，小窍门，蛋液全部凝固即可关火。煮沸腾蛋快会老，口感差。